大家好。咁啊，啱啱睇完天文台咧，就睇到聽日有一個超強嘅颱風嚟嘅，咁亦係都係好接近香港。我又喺度呼籲我職人吹水一啲義工嘅網友。咁如果你屋企身邊有一啲獨居嘅長者，咁你就睇下佢有啲咩幫手啊，需唔需要買定啲乾糧啊、零食啊，同埋呢啲獨居嘅老人家咧，咁啊屋企有啲防風嘅使唔使幫佢整一整啊，黐下啲玻璃窗啊，同埋要提一提啲老人家唔好走近啲玻璃當風嘅地方。咁我都藉著我自己職人吹水個網站啊，同埋Facebook 啊、YouTube 啊，咁都作出一個同樣嘅呼籲啦。咁啊，亦係希望大家喺個颱風期間都關心下身邊嗰啲長者作出一個呼籲。唔該曬大家。